并赋予其更形象的中文名智慧节。随着中国创客文化的蓬勃发展，智慧节也开始从一个小众聚会逐渐演变为一个被熟知的创客文化品牌。2014第三届智慧节也升级为全球第七个城市级规模的 Maker Faire。 Maker Faire 深圳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创客与创客、创客与大众、国内外创客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平台。不忘初心，三年积淀， Maker Faire 深圳2014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级 Maker Faire 之一，也是中国创客交流展示第一平台。 Maker Faire 深圳围绕于中国创新的理念，精益求精，再度起航。2015年，我们将加入更多中国元素，起底来自草根阶级的创新项目，发掘来自民间的创客大师，加入更多大型互动装置，与您玩转一下。更多创客先驱的经验传授，将让你不虚此行。 Maker Faire 深圳经过了三年打磨，在创新、创意、创造方面厚积薄发。创新的同时，我们不忘初心，依旧致力于为中国创客提供最优秀的展示交流平台。在新的一年， Maker Faire 深圳邀请你同我们一起张开全新风帆，迎风起航。人人都是创客，你还在等什么？